林青霞嫁给富商邢李元后曾多次传出婚变谣言，今年更是多次有消息称林青霞已与老公离婚并分得20亿身家。6月11日，很久没有露面的林青霞在与闺蜜逛街的时候被媒体捕捉，她头戴黑色帽子，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，看起来很是低调，完全不像光芒四射的大明星。随后一位身穿白色衬衫的高大型男走入店内，林青霞主动踮起脚尖，用双手搂着该男子的脖子，主动亲吻其侧脸，二人还在店里有说有笑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